请看第三十二愿，言是超足天人愿，意思就是若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从地面开始以上直到虚空，有无尽的庄严。这庄严的景物有宫殿，有楼观，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有种种的莲花，有种种的宝树，而且国土当中这些所有的宫殿楼观啊、宝树，它的构建材质啊，都是以无量的杂宝来构成的。而且杂宝当中还有着百千种香，由宝和香来合成的，这样就显现的这个万物呢，就非常的庄严啊，奇丽微妙，光就有种种色，种种光显现种种色，色里面有香又有香，那真的是香光庄严。这样香光庄严的程度超足一切天上人间所有的庄严景物，而且由这个万物众宝里面的香有弥漫普遍的熏到十方无量的世界，极乐世界本土的菩萨以及他方世界菩萨闻到这样的宝香，自然的就升起修行佛道的真上心。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就不取正觉。好，这一愿我们就会在大脑当中显现一个极乐世界的轮廓，地面的宫殿和虚空的宫殿是无量的，有的宫殿在地面，有的宫殿在虚空，还跟它因地的行业相关。波罗氛围比较深的往生者，他的宫殿容易升到虚空，执着心比较重的众生，但是他也以具足信愿成名，他到极乐世界去呢，他可能宫殿只能在地面上，不能到虚空，所以能不能到虚空跟他波罗的这个空性有关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考察他方世界的这个构建景物就不是很庄严，不是很美满啊。比如我们这个世间的建筑材料原来还是砖木结构，现在能住上古建的房子，那都是一种奢侈啊。现在众生只能住水泥的房子啊，然后你装饰的这些东西都是化工的东西啊，所以为什么你装修的房间不过几个月半年什么，你在那里都会生病呢？所以我们想住点木房子都没有这个福报啊，更何况你的还是用珍宝来铸成的宫殿，那就梦都梦不到了。而且就是从建筑的形态来看，我们现在建筑物越来越没有美感了。现在你到每个城市去看，千城一面啊，没有个性了，而且都是西方式的建筑啊。现在中国人这种崇洋媚外的心理啊，还喜欢给这个建筑弄一个外国的名字啊。尤其是现在我们中国大陆很多城市都是外国建筑师在这里彰显他所谓的个性的建筑啊，奇形怪状的建筑都有，
但国外都通不过的，在中国都能通过，很张扬，很没有美感，花的钱很多，所以这些现在中国建筑界的老前辈也在痛心的指责啊，我们中国的建筑美感都消失了。我们中国很多好的建筑、好的四合院都被拆掉了，那现在又要重建，搞一个假的东西在那里啊？假的东西那有什么价值啊？所以我们的建筑构建、我们的形态的美感都不到位呀。那极乐世界的环境是高度审美化的，称性而出的，所以它的庄严啊，地面是七宝为地或琉璃为地，地和道又有一个不同的排列组合，地下还有庄严，是种种七宝的宝床倾着这个地面，那个珍宝都是透亮的，是一眼能看到地底下的，那个宝又是非常的这个清净了没有杂质，它就能放至圣的光明那个光明超胜百千万亿的光明那每一个宝又有相应的光，那极乐世界不仅仅是七宝，而是无量的珍宝。他方世界所有的珍宝的品种，以及都在极乐世界，以及在箱内的珍宝当中，极乐世界的珍宝是最上第一，所以就用无量杂宝来表明极乐世界的珍宝的品种最多。这个宝呢，还很柔软，不仅可以做建筑物，这个宝还能够做衣服，像丝绸那样的柔软，七宝为一呀。我们想象我们穿的珍宝穿的衣服是什么感受啊？一般的珍宝虽然好，但是它很刚硬，做不了衣服当然，这个在唐代有些用金缕丝织成的袈裟，可能那是特地了但现在可能都找不到这样的工艺，或者找不到那样柔软的黄金纯净度越纯，它的柔软性越好，它越有杂质就越硬。那极乐世界的珍宝是极为纯净，所以它非常的柔软，可以做衣服，甚至它可以表现为液态。极乐世界八功德水，那个水不是氢二氧的水，我们这个水呀，它是七宝的液态，只是有个水的这样的名相，但是它的这个内涵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水就能放光，那个水就有种种的颜色，那个水由于也有香，那这个水也能辐射它的香味。那这个珍宝里面还有百千种香，这很奇特。一般我们这个世间也有珍宝，但是这个珍宝你是没有香的。那我们这个世间很多的香但是它不像极乐世界还能够放光的，有各种颜色的。那极乐世界既有珍宝的光色，又有香在里面。好，这个香不仅仅是一个鼻根的一种怡情怡约的感受，它能做佛事的。在《华严经》，善财童子参的第21位善知识，叫青莲华长子，又叫玉香长子。玉香就是麦香的，他就对这个香是专家能够知道一切香的香调，知道种种香的产地，
知道种种香的特点，就能够调和这些香。那这些香呢，就有它的功能。有的是可以治病的，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就把那个沉香就作为药材来记载下来。什么叫沉香？就是一棵香木里面旁边的树，都也是香料，但是呢，唯有那个树心的那个香为沉香。沉香就是放在水里能沉下去的。那这个沉香入药，可以这个调理脏腑的，调理阴阳的，可以排毒的，可以做药材的。从心性上来说，还有一些香可以断恶念的，在心态上可以除忧恼的，在修行上可以舍出放逸的心的，甚至有的香一闻能够升起念佛的心的。这个刀立天在善法堂，善法堂就有一种香叫香性庄严，烧这一丸香，就熏这些善法堂的天众，这些天众一闻这个香，就能升起念佛之心。那升起念佛之心了不得啊！这些天众天天都是爱欲之心呢，天上的享乐太多了，天女太多了，太漂亮了，所以一天到晚都跟这些天女在一起，这个游玩呐、娱乐呀，不亦乐乎啊！你让他升起修行之心，这个念佛之心，那是很难的。但这个香为佛事，这个香就能让他生念佛之心，而且能够有一种正解法门之香。你修法门，你可以得正，得解，解就是悟解啊，开悟。还有一种香，就是像摩尼如意呀，你烧一丸就能够七天当中虚空也。这个下一不可思议的庄严聚出来，转轮身王也有一种香，烧这个香，他的那个四种兵，包括他的自己就能腾空。比如他要统治一世天下，如果哪个地方叛乱了，他的兵就要过去，那过去要快速过去，他烧个香就腾空过去了，所以这个香里面是很奇妙。这个玉香长者，他是继位呀，是在十回向的初回向。为什么用香表为第一种回向呢？这个香很小，但是它一烧呢，这个香味却是弥漫的很广。用这个来表法，就是你一个菩萨修行修行的功德，你回向，一回向马上进虚空变法界，都有你的功德。你不回向，功德就很少，你一回向，功德就是百千万亿倍的增上。所以这个讲这个回向的那种奇妙，就用这个香来表达。鸠摩罗什大师当年在长安的时候，国主姚兴就建了一个七宝的佛塔，那个耗费了很多的资财这个举国力来建那个佛塔，真是建得非常的庄严。鸠摩罗什看了也非常的赞叹，他就带了一碗安息香，是从鸠兹国带过来的，至少是百年以上，保存百年以上。所以鸠摩罗什大师一看也很欢喜，就把这个存在旁边不敢随便用的那个宝箱就贡献出来供佛。
你看他焚那个香，弥漫到整个的长安城啊，全都闻到那个香味。而且时间延续多长呢？30天。30天这个香味笼罩长安城，所以这个长安城所有的百官呐、百姓呐、都生稀有心呐、欢喜心呐，络绎不绝的来参拜这个佛堂。那么阿弥陀佛在这里发这一愿，是要用这个香来做佛事的。这个香就不是一般的香，乃是阿弥陀佛所证的五分法身之香呢，持大慈大悲的香呢。所以这样的香自然能够庄严极乐本土，非常的奇妙。一些天上人间是没有这个香，也没有这个宝的，所以这个香就能够弥漫普熏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那这个用香来做佛事，在所有的族佛当中也是有的。维摩诘经里面请香饭呢，那个国就叫众香国，那尊佛就叫香吉如来，所以我们的厨房大寮也是叫香吉厨啊，是以这个为依据。这个香吉如来呢，他不讲法的。我们这个世间是众生耳根犀利，所以常常是讲经说法，以音声做佛事，所以耳根耳根力就有音声。那有的世界可能就是鼻根力呀，鼻根力他就用香来做佛事。所以这个香吉如来就用妙香来做佛事，不需要讲语言文字讲音声。那这些他坐下的菩萨，就每个人就坐在这个香树下，坐在香树下就闻这个香树的香味，就能得一种三昧，就是一切得障三昧。这个三昧就能很快的做总持，含摄一切菩萨的三昧。所以这个香吉如来做用香做佛事，维摩诘大师请了这部饭过来。那与会的很多菩萨声闻，还有天人，还有一些居士，一看我们这么多人，也就一部饭，那谁吃谁不出啊？那这都是这个菩萨不可思议的境界，一般人是用常识去理解。维摩诘大师说没关系，所有的人都能吃饱。这个是香吉如来无尽福藏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家就在添饭，越添越有，所有的人都吃饱。吃饱之后怎么消化呢？香饭之力很强哦，不是几个小时消化呀，要维持到7天，而且每个毛孔里面都有香气出来。那7天怎么能够消化呢？如果你修声闻道的没有得出果，你得出果，就消化了。你是出果圣人，那你得二果，你就消化了。你如果修大乘法没有发菩提心，你发菩提心，相反就消化了。是这样奇妙。那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妙香其奇妙价值绝对不亚于这个。所以本土和他方世界的菩萨闻到这样的香，都能够烦恼习气就能够除灭，智慧就能现前，就能修自觉的修六度万恨，就能自然的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这个香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了。越是生活比较雅致，
的人群和社会对香约会重视。唐宋之际讲这个香文化非常昌达，它的香炉啊有种种形状啊，很多都是熏炉啊，都是各种形态啊，非常啊精巧，各种材质，所以这个香料啊，北宋那个经济呀、啊，它这个香料的产值占到了10%。你看，说明这个那个社会各阶层用香的数量。那一般文人雅士，无论他弹琴、喝茶啊、作画啊，那这个如果修行人诵经念佛，那就更不要谈了，都要用香。为什么要用香？这个香是洁净的。古人讲这个香是跟神佛交流的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啊，天人就喜欢香啊，佛菩萨也喜欢香啊。那这个香还能除去污秽，现在这些年所谓香文化也越来越畅达，这也是好事。住香一定要住得纯净啊，我们也注意到原来有些粗制滥造的香里面有过多的化学的东西啊，那个香你去供佛不恭敬，对人体也有妨碍。原来有个医学机构就到寺院，曾经有一个检验，很多寺院都是香火庙，然后呢信这个香客来了就燃很多的香，真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啊。然后这个香都是在门口去买啊，这个香很多都是化学成分啊。那这个机构有一个结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得癌症的概率比一般的环境高18倍。所以化学香对人体有很大妨碍啊。那也就希望啊，住香的一定还是要用啊生态一点的。我们注意这个往生的时候，常常那些比较念佛功夫比较深、往生有内向的，常常有一句表达叫异香满室。异香就是表明这个香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香，极乐世界的香太清净了。所以我们一闻那个香，我们感觉它是很奇妙啊，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香料发出的香气啊。那这个香啊，你闻到了，你这个念佛的心啊，这个拂灭烦恼啊恶业种子的功能就很大。你说这个香气一来，你还怕什么冤亲债主呢？冤亲债主来也一切法由心想生，你恶业的种子都不现前，这个冤亲债主能过得来吗？啊，再加上临命终时，只要异香过来了，阿弥陀佛光明过来了，你就不要害怕了，什么都不能障碍你，你一定会安稳的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里讲这个极乐世界的这种珍宝啊，这种宝香啊，庄严做极乐世界的景观万物啊，是啊一切天人的景物所不能比拟的，而且不仅是审美上的愉悦，它是用这些宝香来做度化众生的佛事。好，南无阿弥陀佛。